高雄市长陈其迈与族人乐琴合照，为协助改善桃园地方建设，市长陈其迈四号与立委吴立华、中央原民会前往高雄桃园区，关心梅山大桥拓宽议题、马舒霍吊桥修缮以及设立复兴里产业市集等问题。我们那个吊桥的整建，还有观光区的一些开发，那另外协助他们能够把他们的他们的特产，像梅子啦等等，这个产销还有加工这个部分来帮他们解决问题，增加他们的收入。桃园区长表示，受到历年风灾影响，区内许多道路或桥梁目前仍需进行修缮，像是民八路桥、秦河旧部落联络道等，再来就是梅子、爱玉等产业急需推广。我们这边目前非常紧急需要由上级单位来协助我们的，像吊桥，还有一些我们在地的农特产品的销帮忙的销售。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，只要是地方有需要建设的，去环境去改善，尤其是在我们历经过八八风灾的桃园区，我想在族人生活环境的安全方面呢，我们中央会尽力来协助地方政府。桃园族人期望经过会勘后，中央与地方能了解族人需求，并协助改善，让族人有更便利的交通以及完善的产业发展。原来新闻南部高雄桃园采访报道。